好的，好，那么非常高兴大家一起来画画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准备好一个铅笔，然后橡皮，然后描线笔哈。我们今天就需要这几样东西。哎呀，我这个铅笔这个破。来，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一起开始画。我因为害怕你们看不清楚，所以我拿的是个2B 铅笔。宝贝们，如果你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话啊，你们就用一个 B 的，或者是 HB 的都可以。好，首先我们今天画的呢是比较简单的一个装饰画，我们画的是花朵和蝴蝶，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来画啊。首先我先画一个。我先看我的构图是这样，我让它在中间上下左右呢要留够 two finger space 啊，要留2个指头的距离，不要画得太满。如果你担心自己画太满的话，可以先把这个框上，如果不想框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我可以在任意的位置画一个椭圆形来当这个花心。注意不要画得太小啊。然后这个花心画好了之后呢，我在花心的中间再画一个小的椭圆，然后在椭圆的外面呢，我用小圆圈给它画上啊。好，在每个这里边紧紧的画满圆圈。好，这样一个花心呢，我基本上画好了啊。然后外面呢，我要画它的花瓣。好，画花瓣的时候，我画它的出来像一个小小的爱心一样。这是一个花瓣，在它旁边的话可以再画一个花瓣。注意，我这个花瓣画的时候啊，我可以让它稍微的有点不同，因为感觉它是一个侧面啊。我可以让这个花瓣像这样。那这两个中间有，现在稍微有一点点 gap 是吧？哎，我可以画一个 curved。好，然后在这边呢，让它再画出来。啊，你觉得我画得太快了是吧？但这个花瓣呢，它实际上你可以画任何你想要的形状，哎，不用担心啊。长一点儿、短一点儿都可以。好，我说今天这个难度比较低呢，就在于我们今天画的这个花瓣啊，它是比较自然、比较随意的。你可以在，你比如说刚才我觉得我这儿 gap 比较大，我就可以加一花瓣在中间哈。然后这边呢，我如果想画它花瓣翘起来，挡着它的这个一点儿，也可以画得更小一点啊。感觉这个花瓣是翘起来了。好，画的时候注意要把这个花瓣画得饱满一点，让它鼓出来，像是一个。像我们画小兔子的时候，给兔子画耳朵一样，然后还可以有的两个花瓣靠得近一些，
好，看自己觉得怎么漂亮怎么画啊。可以，小了一点点啊，哈，可以稍微画大一点。好。好，现在这边已经有一朵了啊，那么这边呢，我想让它再来一朵。好，我让这一朵的花心呢朝向左边，所以我让它画成一个竖着的这样一个椭圆，然后像刚才一样，中间画一个扁椭圆，外面画小圆圈。同样的方法开始画花瓣。Hello, Gina。Hello, 宝贝儿。画的时候呢，可以花朵画得漂亮一点啊。好，让这个呢花瓣再多一层，可以不可以啊？让它有两层花瓣，大一些啊。好，第二朵花画好了，我现在开始画第三朵花了。大家现在应该看出来了，我今天画的都是同样的一种类型的花，然后呢，但是我要让它分布的多一些哈。这些花的位置呢，大家可以自由的安排，你可以想让它在哪个位置，就把它画在哪个位置。注意这些花之间如果有重叠的部分呢，就看看哪一边在上面，哪一边在下面啊，让上面的挡着下面的就可以了。我这边要画一朵更大的啊，让它再离近点吧。
如果前面你想让它有一点 zigzag 啊，想让它稍微有一点变化也是可以。啊，现在我是不是画了四朵花？但是这四朵花的它们相互之间要产生关系，就要靠有叠加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这一朵在上面，这一朵在下面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位置呢，你看它下还有一点空，到我刚才说左边右边的两个指头宽，你看这边可以了啊，这边差不多了，上面也差不多了。那这个位置还有一点空，那我想要怎么办啊？想要给它画一条线出来，哎，让这上面画了有树叶长出来哈。哎，树叶我们可以让它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好，你看这个画它是对着长的啊，我还是画都一样吧，我今天画它都一样。好，有两个往左的，那我现在可以画一条往右的，但是长短不要都一样，让它有点变化啊。那这下面我觉得还有一点宽啊，这个位置我要想想我画个什么，我让这边。因为我不想让它太均匀，比如说一朵花挨着一朵花排队一样，那就不好看。要有的近一点，有的远一点，这样才好看啊！我让有一朵花在这儿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我觉得有一点空，那么我打算画两片叶子。好，同样的啊，这上面我觉得也有一点点空。可以再画，像刚才我们今天用同样的方法来画这个叶子。
现在我画了五朵花，然后呢，两边都各有两片叶子啊。然后这个位置，这儿还有一点儿空。啊，我可以画一个小一点的花儿。谁让我等一会儿啊？大家跟上了没有？没有跟上，啊，你才画第三朵花，好，那我稍微等大家一下啊，因为这个花的形状比较简单呢，大家可以就是，哎，很棒，花面要满一点，不要太空，花可以画的有的大有的小，你看我这一朵是很大的，比这朵小的大好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画有的大有的小。然后叶子也可以，你喜欢怎么样装饰你就怎么装加哈。然后这儿觉得少，还可以再多加一片叶子。Gabriella book，好，我看看 Gabriella 的，很不错，很好看。嗯，好，旁边给它加上点装饰的叶子，中间，这个是吧？好，我再画一个给大家看啊，我看我还画哪儿？啊，画在这儿吧。我觉得我不太有位置了，那画在这儿。我从这个位置长出来啊，你看。你可以随意画这个线，你觉得哪里好看你就加在哪，你觉得哪空或者说，先画一个小的，像叶子啊，或者像花瓣的形状，然后旁边，然后它可以有交叉，有的在前面，有的在后面啊。会了吗？不会，我再画一个啊。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很好看，就是这样，加油！可以看看它的前后叠加关系啊，如果哪个在上面，另外一边在下面的话，把在上面的花瓣儿快好，后面的花瓣让它被挡住。
随便，中间不要留太多空。我一会儿会在这个位置画一个蝴蝶，所以会挡住一部分的花瓣，但是大家尽量不要留太多空啊。我等等大家画花画好了，我们一起画蝴蝶。哎，好，非常好看，好好看啊，生得的很好看，非常棒。金娜画好了没有？没呢。Celine 画好了没有？好的。Cathy 画好了吗？好，加油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，我也画叶子了。
耳朵，让我看看。嗯哼哼，挺好看的。现在就是这几朵花之间，让它们每一个都有点联系，别是孤立的啊，甜甜。嗯，长一点最起码。看看，哦，中间有点散，你跟甜甜的问题是一样的。这些花儿和花儿之间，让它们再近一点，就是有的花儿大一些，让它们相互之间有个互相挨着点儿、压着点儿这样的关系啊。你把自己静音了，瑟琳，我听不见你。这中间不能是空的，让它们再紧一点，紧紧的挤在一起会更好啊。嗯。
快甜甜的了，哎，越来越好了哈，嗯，好，甜甜那个画的这个也可以同一个地方多出来两根哈，让它有个做这个小枝条，嗯，嗯，生泽好了没有？呜、哦，让我看看。Butterfly 在哪里啊？我都没看到。哦哦哦，这是它的 nest。好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嗯，虽然我没有看见蝴蝶在哪儿。嗯，很好看。生泽的画面还是比较丰满的。Cassie 好了吗？嗯，让我看看。啊，还不错，你画的是一个长的，嗯，画的花是我们那个画火烈鸟的时候画的那种花，还可以，嗯，挺好，让这中间稍微多一点，开始让中间这个位置稍微多一点啊，嗯嗯，宽一点。好，现在我准备画蝴蝶了，宝贝们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画蝴蝶？什么还没画完？那我再等一下下啊。哦，好，金娜再加油。可以啊，嗯嗯。看见了，baby，好，嗯，画吧。
床吗，宝贝们？我想开始画蝴蝶了。好，我今天其实蝴蝶是我今天的重点，你知道吧？这花是背景，我让我先画背景，再画前景。今天是，哎，我先画蝴蝶的时候，我让蝴蝶的身体是倾斜着的啊，宝贝们。喂喂喂喂喂喂！啊，我你看我这儿也是，我这中间嘛，让花它在花儿。中间满都是花，你让蝴蝶在上面嘛。蝴蝶的时候，我先画一个梭形，两头尖啊。哎，然后从中间先一边分一下。对，像落在花上面啊，你画的花是。不用擦呀，现在你看你现在位置，先画它翅膀啊，左边右边啊，飞着，让它差不多一样宽。画它蝴蝶的翅膀的时候啊。蝴蝶花好大啊！对，画好大蝴蝶啊！你看，我现在给蝴蝶外面又加了一圈，然后这边也是，我又给它加一圈。Symmetrical，对，它左右对称。好，然后蝴蝶的头上有两个触角。为啥 see through 啊？蝴蝶不是 see through 的，有透明的蝴蝶吗？有哈。啊，我觉得我这儿又有一点空了，这个蝴蝶挡不住这个位置啊。那我在这儿再另外画一朵花儿。行，咱们画画是最自由的事儿了啊！你觉得啥样漂亮，你就咋样画。好呀。
让它左右翅膀差不多大啊。已经画两个了，好，我今天没打算把这个蝴蝶画成 see through 的，所以我把蝴蝶挡住的花儿部分我要擦一擦。好。要画 eggs，好，你看我在蝴蝶的翅膀上先画一个像 raindrop 的形状啊，那左，对，蝴蝶也 lay eggs，好，左右各画一个，下面呢也给它画上，然后呢，用线把它给分一下。是吧？然后我现在在这个蝴蝶翅膀里面加上一点点线。每一个部分都让它是 curved 啊，让它鼓出来。眼睛。好，现在我的蝴蝶画成这个样子了。蝴蝶的眼珠你还能看得见？哦，明白了。你画四个蝴蝶，好。
蝴蝶画好了吗？哦。哦，好的。好，我开始描线了啊。怎么了？还可以，不算空，挺好的。可以啊，可以描线了，宝贝儿。今天唯一要弄懂的就是看哪个在前面，哪个在后面啊，把这关系给个。对，嗯，今天的不难啊。对呀，用这个细的 trace。好，找去吧。没事儿，什么颜色都可以。画完了是不是？画完了开始描线。你把背景关了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嗯，哇，鸡蛋画的很，好大一张纸啊，很不错。还有角角上还可以再画多一点花啊，吉娜。嗯，对，嗯，好，你看我，好，你看我现在在这个花心里面，这小月小椭圆里面，我加上好多小点点。嗯，对呀，对呀。
哪里不满意，然后再改改。好，大家看我画这个小圆曲线的时候啊，我基本上第二层都是画在第一层两个的中间啊。比如说，你看它和它的最高处，然后画一个；它和它最高处画一个啊，最高处，对，然后在花心儿里面点上点点啊。
今天这有没有不懂的地方？没有哈，就是重复把这样花的形状也是重复的哈，花瓣的形状也是重复的。但是你看，虽然很简单，但是我们重复的画了之后，那个画面是不是得很漂亮？这就是装饰画啊，就是你用简单的形状，但是你重复它，画出来就很好看。
着急。嗯，都好疼了。啊，慢慢慢慢画，不着急的啊。这个需要时间，但是不能着急。你一着急画乱，瞎画就不行了，所以要认认真真的。因为我们今天这幅画，目前我也没有打算涂颜色啊，但是。你每天都画画，手太累了呀。哦，你今天画的什么呀？哎，那肯定。哎呀，谢谢哟。是吧？你跟他说 Sarah Art Studio。哎，我可能就只有边儿会稍微加粗一点儿。我也会加上这些线条，我也会让线条有变化，但是。我现在想先画完一遍，然后再慢慢来啊。你想用粗头的？你也想用，你试试呗。你试试呗。好，我现在呢已经把这个线条给画完了哈。你看，我现在描完线了，但是我并没有画完啊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个是我描完线之后，一般我都会把铅笔的线擦掉。对。我今天这个未必要涂色，因为。我不涂色的话，它就是一幅黑白装饰画哈。
要是涂色的话，就变成彩色装饰画了。哎，啊，你看我把哪里描深啊？你看我，对，我用我这个粗的描线笔，把这个蝴蝶的翅膀有一部分描深。对，我看见你已经把这个位置描深了。对。嗯，嗯，好，我先把这个蝴蝶外面的这个边给它涂深。然后把这个蝴蝶的胡须给它，好，你看我把这个蝴蝶的触角上面给它加粗，然后咱把它慢慢变细啊，看见了没？嗯。画的好丰富啊！大家看到我现在我在这个蝴蝶的这个位置啊，我没有给它画全画，我只是稍微加深了一点，然后让这个线变成有的地方粗，有的地方细，看到了吗？身体里面也涂黑了啊。你自己觉得好看就可以。好看就行。
好，我现在在蝴蝶的翅膀中间呢，加上一些线。这线画的时候呢，让它往外，越往外呢，这个笔抬得越高，让它轻一点。好，然后蝴蝶的身上，我用 zigzag 给它画上。好，这样就是仔细看也都很好看啊，给你们看。看到了吗？看到我这个蝴蝶的身体哈，好，然后在中间呢，你可以给你自己加上，我镜头变灰了。你感觉看起来没有刚才亮了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好点吗？好了哈。哎，哦，好看，没事儿，不着急，慢慢画，我们的画漂亮最重要啊。谢谢。咱不着急，慢慢画啊。对，我用小小线画的。我点点位让它有的地方粗一点，有的地方细一点啊，让它朝外的这一面粗一点。好，现在每一个连着这个的地方，我都给它画成一个
顺上去啊，看到了吗？你画的也很好看，你不用跟我的完全一样啊，你们不用跟我的完全一样，只要是画的好看就行了，跟我画的方法一样就可以了啊。嗯。好了，现在到已经到4点了啊，到我们该下课的时间了啊。我最后把这个小蝴蝶的每一个连到这个上面的这个位置，我都把它画成圆顺的啊。认认真真的把每一条线画在舒服的位置。好，这样我们一幅黑白装饰画基本上就画好了啊。你看我蝴蝶画好了，almost finish。如果我要是再往外画面，我再画多，再让它漂亮，你看我怎么做啊？哎，刚才生泽说他想把叶子用粗笔描，你看我会怎么样？我会把每一片叶子的尖尖让它稍微的粗。然后后面收回去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样，是不是它就又多一点变化？感觉它又更漂亮一点。啊，是不是这样画完了之后就更好看？然后这边呢，可以让下面稍微宽。让它中间宽也行啊，你说啊，你也画我这样的，好的，
哎，你看这样花瓣是不是又增加点变化？它是不是看起来就更精致一点？那我让这个线中间粗一些些。是不是？这样有没有更好看？因为感觉画就更认真一点哈，你加的每一点细节在你的画面里面啊，这些细节都会让人就看你的画的时候呢，就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看哈。对。对，对呀。就是每一朵都不一样，对。可以啊。哎，眼睛都疼了，那歇歇吧。其实已经到下课时间了，只是我还没有画完。你们可以休息休息了。对。都加粗了哈，当然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下节课再见了，拜拜。好的，再见，宝贝儿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还可以给你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还可以给你的画涂上颜色啊。画好了，画好了，拍照给我看。听见了没有？画好了，拍照给我看啊。拜。拜拜。You don't have to，因为我还在画。如果，sure，你画怎么样，Cathy？I'm tracing。啊，你又 try tracing 了。
我现在正在加这个线条的细节，让我看看你的，Cathy。好看，很棒，很好看。蝴蝶的翅膀里头可以给它加上一些，很好看。Cathy 可以把这个黑颜色的地方画上哈，Cathy。然后翅膀里面可以加上一些的东西，会更好看。Cathy 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哎，Cathy 姐姐年龄比你们稍微大一点，然后你们有只要认真画都可以画得很漂亮啊。不过你们也认认真真的画。好，拜拜，Cathy，拜。你的妈妈也叫 Cathy 呀、啊？看来这 Cathy 是很 popular 的 name。哎，哎。刚才的 Cathy，她全名是 Catherine。就跟 Cindy 其实是 Cinderella for short。可可爱了哈。今天画的这个花儿也可好看，是不是？好。谢谢，我们明天去你家。滑冰？去哪滑冰？去哪滑冰？哦，你有滑冰课。那不知道能。但我不知道滑冰课现在是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限制，是不是得提前一星期？啊，明天可以滑冰吗？需要带冰鞋吗？哦，你查查。
哟呵哟呵，怎么心还学会这一手了？好。啊，你没有画完，是因为你在玩游戏呢。黑白画，所以你要加很多的那个小细节在上面。你看，我虽然黑白画，但是你看我这翅膀这里有加深，然后这上面我有画点点，所以它就有黑的、有白的、有灰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嗯。这样，你们要好好画哟。嗯，笔不是很好，让妈妈给我们买好笔。嗯，买。哎，真的真的，笔和笔有区别的啊，干笔要没水了就画不出来了。嗯。哎呀，呵。就是，嗯，